没有比你强。我现在直接跟你打赌双胞胎的，哎，你应该忘记拿两块钱来还我。恭喜。我礼拜六三个验都怀孕，那其中有一个嘉义的张小姐跟你一样强，抽血出来600多就送胞。她不过她本来就一颗染色体切片正常，另外一颗没有切，那个没有切得很好，所以两颗看起来都中。恭喜。哎，你那个验孕棒是什么时候的？先生，你帮我拿一下这个。礼拜六。礼拜天早。所以你这次试管婴儿第一次验是上个礼拜六，前天。昨天礼拜天。对，昨天早上验的。对，可是我比你深啊。不过你知道你那个深度跟我这次的正常度，应该是我们放两个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两个都中。来抓两把，因为双胞胎要抓两把。假丁丁是小心。哦，假伯丁先扎囝。你等一下去看小孩子，我们这321，一次，而且这里一个括号双胞胎。好，不过这一次真的是染色体正常嘛，然后我们那个 TNF alpha 也控制住，那再来就，你们两个结婚多久？三年，所以这是三年来第一次看到两条线吗？还是以前有过？以前有，对。啊，丢掉，因为那可能是 TNF alpha 过高。恭喜，三年来终于看到比较特懂，不过我等一下还是要跟你讲，怀孕要过三关，哪三关？好。